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非常非常的紧张。今天第二次排练完之后，然后也希望能够顺利的把我们这个舞台带上春晚和大家见面，因为哎呀，我又不好透露我们所有的节目的细节，希望能够与大家顺利的见面吧。然后每次站在春晚舞台上，都是我觉得是对每个歌手或是每一位从艺的老师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肯定，以及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陪伴大家过年的机会。我也一定会努力的抓住这次机会，希望能给大家顺利的过年。未来会不会尝试其他跨界的组合？虽然大家就是我们的网友们很喜欢调侃我，就说我很适合语言类节目，但是我觉得我应该顶不住那样的压力。有机会的话尝试一下吧。平平安安，八方来财，十全十美。